妙法莲花经劝持品第十三，以是若王菩萨摩诃萨及大傲说菩萨摩诃萨与二万菩萨眷属区，皆于佛前作是誓言，唯愿世尊不以为累，我等于佛灭后，当奉持读诵说此经典，后恶世众生善根转少，多增上慢，贪利供养，增不善根，远离解脱，虽难可教化，我等当起大忍力，读诵此经，持说书写种种供养，不惜生命。以是众中五百阿罗汉得受记者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亦自誓愿，于异国土广说此经，复有学无学八千人得受记者，从座而起，合掌向佛作是誓言：世尊，我等亦当于他国土广说此经，所以者何？是娑婆国中人多弊恶，怀憎上慢，功德浅薄，亲族喘曲，心不实固。以是佛而母摩诃波奢波提比丘尼与学无学比丘尼六千人区，从座而起，一心合掌，瞻仰尊颜，目不暂舍。于是世尊告娇檀眉：何故休息而是如来？汝心将无为我不说汝名，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也。娇檀眉：我先总说一切声闻，皆已受记。今汝欲知记者，将来之世，当于六万八千亿诸佛法中，为大法师及六千学无学比丘尼，俱为法师，与如是渐渐具菩萨道，当得作佛，号一切众生起见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。娇檀眉：是一切众生起见佛及六千菩萨转次受记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是罗侯罗母耶输陀罗比丘尼作是念：世尊于受记中独不说我名。佛告耶输陀罗：汝于来世百千万亿诸佛法中修菩萨行，为大法师，占据佛道，于善国中当得作佛，号具足千万光相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。佛受无量阿僧祇劫，以是摩诃波奢波提比丘尼及耶输陀罗比丘尼并其眷属，皆大欢喜，得未曾有，即于佛前而说偈言：世尊导师，安忍天人，我等闻记，心安具足。诸比丘尼说是偈已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亦能于他方国土广宣此经。以是世尊是八十万亿罗由他诸菩萨摩诃萨，是诸菩萨皆是阿惟越智，转不退法轮，得诸陀罗尼，即从坐起，至于佛前，一心合掌而作是念：若世尊告斥我等持说此经者，当如佛教广宣施法，复作是念：佛今默言，不见告斥，我当云何？时诸菩萨敬信佛意，并欲自满本愿，
便于佛前作狮子敲而发誓言：世尊，我等于如来灭后周旋往返十方世界，能令众生书写此经，受持读诵，解说其义，如法修行，正益念皆是佛之威力，唯愿世尊在于他方遥见守护，即时诸菩萨驱同发声而说偈言：唯愿不为累于佛灭道后恐怖恶世中，我等当广说，有诸无智人、恶口骂利等及家刀杖者，我等皆当忍恶世中比丘邪智心浅曲，未得慧为德，我慢心充满，或有阿念也，立依在空闲，智慧行真道，轻贱人间者，贪着利养故，与白衣说法，为世所恭敬，如六通罗汉。是人怀恶心，常念世俗事，假名阿念也，号出我等过，而作如是言：此诸比丘等为贪利养故，说外道论语，自作此经典，狂惑世间人，为求名闻故，分别于是经，常在大众中，欲毁我等故，向国王大臣、婆罗门居士及如比丘众诽谤说我恶，为是邪见人，说外道论语，我等敬佛故，悉忍是诸恶，为师所轻言，汝等皆是佛，如此轻慢言，皆当忍受之。逐劫恶世中，多有诸恐怖恶鬼入其身，骂利毁辱我，我等敬信佛，当着忍辱海，为说是经故，忍此诸难事。我不爱生命，但识无上道，我等于来世护持佛所嘱，世尊自当知，俗世恶比丘不知佛方便，随而所说法恶口而频速，索索见奔出，远离于塔子，如是等众恶念佛告斥故，皆当忍是事，诸罪落成邑，其有求法者，我皆到其所说佛所嘱法，我是世尊士，处众无所谓，我当善说法，愿佛安忍住。我于世尊前诸来十方佛发如是誓言，佛自知我心。妙法莲花经卷第四，五百弟子寄证金仙，多宝佛塔涌其前，拗说起根源，为法求言，听演妙莲传。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，南无法花会上佛菩萨。